嗨，我是张醋醋。前两天回奶奶家摘了好几盆草莓，又大又甜。实现草莓自由的我，决定多做几种甜品，也不枉我大老远把它们背回来。草莓塔最重要的就是蛋糕胚，分为蛋黄糊和蛋白霜两部分，之前也讲过好几次了，再学不会就把手给我寄过来，我亲自教。我做了一大盘蛋糕胚，烤箱用的是北鼎，光颜值就足够我疯狂夸赞。烤、烘、发酵、空气炸，七大功能足够我们一家日常使用，烘焙小白也能完全 hold 住。烤完蛋糕胚千万忍住别吃，把草莓和奶油组合一下，仙女们最爱的草莓塔就 OK 了。剩下的蛋糕胚和奶油还能做个蛋糕球，可以放上喜欢的摆件。你们看中间的小猫像不像火锅呢？除了蛋糕还有草莓系列的饮品，好喝易上手，下期教你们做哦。